喂，爸爸，你买的280块的菜呢？6:30到啊，我们都已经在做了。OK， 各位，我们今天是端午节，我们要做一个烤鱼。是的，这是我叔叔。没错的，那个洋洋 uncle， 淀粉呢可以稀释一定的水分，让它表面呢在油炸的过程中更容易酥脆。超级讨厌这个需要稳定卡的功能的。土豆也放进去？啊，这土豆不用放吗？土豆可以不放，但是如果冰箱里有空就放冰箱。小心开火，把锅预热。哎呀，啊，过个节都不容易。煎鱼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啊，油温呢其实不宜过高。这时候呢，定住它啊，在鱼头的位置，给它泡一泡油，让鱼头煎的是更均匀。鱼尾巴呢，也是相同的待遇。啊，用广东话这样，有头有尾啦。有头有尾。啊，有头有尾啦，做嘢系咩？两个馒头，还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烧饼。多少人？4个人。你还标起英文来了。我哋咧，好威水啊！啊，好威狠嘅。我哋好危险啊！我哋，哎，差唔多，鱼头别掉。哇！啊，好了，这个其实还没有煎到位啊。按理说，我们的这个时间要更久一点。他们手断了，最快啊，最快就这样。这个多了啊，没事，我爸会吃的，我爸不吃什么别的了，就吃山药，是吧？1/3是吧？我觉得够了。我知道你还有，哎，一下就掰开了。切好这个鱼之后，咱们要给这个鱼撒上盐和孜然。先开火吧，葱椒都忘记切了，那我切。要一罐蛋，你要一罐蛋，你那个倒干净。粽子已经出锅了。我。你喝啥？你又不开车 ？OK 了。我觉得这切的非常好呀。这个，反正你该说的就说，不管是刚刚都可以说。这么认真，今天晚上给你炸鸡腿。我4-4嗰阵时，屋企人做交会，我做家务。阿爸常讲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持大国如烹小鲜，原来煮一餐餸都有为人处事的道理。温度、时机、步骤、步口同埋节奏，原来都有讲究。如今世界唔系好太平，温馨嘅相聚总有警示，希望我哋都可以好好地珍惜同身边人相处嘅每一分每一秒。唔好留低遗憾。OK， 这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儿了。如果你也想看更多我的生活 ，Anyway， 欢迎关注我的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